新闻继续要关心是来自嘉义市火警意外的消息。嘉义市北港路在19号暗时8点外发生着一层的火警，三间相邻的铁厝也遭受波及。警方在附近的公园，早下着疑似生火的嫌犯带回侦办，受灾的住户也赶紧逃出，好佳哉无人伤亡。高速公路通往嘉义市区的北港路边，昨夜8点外发生一起火灾，三间连栋的铁厝二楼窜出浓烟。嘉义市消防大队出动10多台消防车，警方也封锁着北港路，剩快车道通行，全力来救灾。也因为火场浓烟密布，炮火队员穿着全副散射大装备进入火场搜索，提着灯梯爬上二楼，弄破玻璃、下水线、拍花灭火，救火行动历经半小时来扑灭。三间连栋的铁厝受到损害。在接近扑灭火势之时，嘉义市协区德宏所所长林建南在火场后边来侦查。发现伫附近的果园内，觅到可疑男子，将伊带入警车带回侦讯。警方表示，男子疑似用赖打点着瓦斯桶。侦办之后，专案以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。谢新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。